全台湾粉油的用地面积大约6000公顷，昆林关就占3000多公顷，平均年产有40000多公吨，也是全国第一名。每一年会当替当地创造超过25亿的产值，是地方上真重要的软经济实力。但是这一两年因为气候影响，所以大数企业就委托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来帮助用地好。已经连续3年得到昆林的粉油评选第一名的李宗灿，是非常的肯定团队的用心，甚至伊是讲哦，这团队就是伊的救命恩人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第一名啦，救援第一名，什么人呢？好，我们要热烈掌声恭喜李宗灿先生。又是蛤蟆四年的李宗灿，在经过严格评选了后，在151号参赛者当中得到第一名。欢喜抱着奖座，李宗灿表示，伊是蛤蟆才4年时间，所以当连续3年得到蛤蟆游击比赛第一名。成功的秘诀就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渔业辅导团队用心。我时常讲一句话说，老一辈是看用眼睛看，可是我们用数据化去表示，这个总比用眼睛看准。啊，因为台塑有这个安静蹲进木林的计划，好，请高哥大来辅导我们。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作品，等于是我的恩人，因为我这个品牌也是他们带出来的，从头到尾都是院长他们一直帮忙我做，哦，我需要什么问题找他们都会帮我解决。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渔业辅导团队接受台塑企业的委托，来到昆林辅导永续号已经迈入第6年。台塑企业表示，敦亲睦邻一直是企业相当重要的精神，未来也是在地好厝边。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，哦，麦寮海西这边养的文蛤，哦，品质相当的好，所以说现在所有的渔民他们已经感受到，哦，这价钱提升，很多人看到，哦，不一样地区养殖出来就指定要买麦寮跟海西的，哦，这个就台塑企业到地方来，这敦亲睦邻的用心呐，啊。昆林蛤蟆的产量是全国冠军，一年有25亿以上的产业价值。不过这几年受到气候影响又是条件，团队利用科学方式来改善蛤蟆的养殖环境，有效降低蛤蟆的死亡率。那目前呢，我们在跟渔民合作的部分呢，啊，我们大概做的就是一个预防风险管理的一个科学管理方法，也就是说，在鱼还没有感觉到生活环境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就帮他创造一些好的环境。那怎么创造好的环境呢？那重点呢，我们是从水质还有它的底质的环境呢来做改善。三观合作会合作，那为用是好带来希望，也好学校师生接触等闲专业才能，了解产业发展，当然企业身兼社会责任，更加是回馈乡里的上好时欢。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。